朋友，你哋好，我系 Hong Kong XR Museum 嘅馆长，好高兴可以喺呢度同大家介绍元宇宙上面嘅呢一个香港虚拟博物馆。元宇宙其实就系网路上嘅 3D 虚拟世界，你可以喺入边同其他参与嘅人即时互动。而我作为 3D 世界嘅创作者，就将香港一啲消失咗嘅历史建筑或者古物重新制作成 3D 模型，然后放喺呢个虚拟世界入边展览俾大家欣赏。而今次就做咗极具历史价值嘅利舞台戏院，亦都有幸邀请到香港电影史专家蒲峰讲一啲鲜为人知嘅历史故事。咁到底系点样入去呢一个 VR 利舞台嘅呢？进入呢个虚拟世界有三种方法，第一个就系用呢一个叫做 Oculus Quest 2嘅 VR headset 入去，第二个就系透过你嘅电脑网页连结入去，第三个就系用手提电话 download 个 app 入去。今次回到利舞台 VR 嘅开幕礼会喺4月28号同 Hong Kong On Screen 嘅电影节同步进行，你只需要 scan 呢个 QR code 买飞，就可以喺4月28号当日收到连结，然后同我哋一起回到呢一个 VR 利舞台体验主流社会唔会讲嘅香港电影史。最后非常之多谢呢个项目嘅协办 Hong Kong On Screen 鼎力支持同埋参与制作。如果有问题的话，你都可以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page 或者 IG， 我们会尽快答复你。4月28号，利舞台门口见。